等一下这样子哦，等一下啦，它稳定一点啦，不然哦这个。
有。里面还有人吗？哎，那个，不要摸那个电线，很危险。不要摸电线。你的阿爸呀！那个瓦斯哎、欸，有瓦斯哎、欸。倒了倒了，房子倒了，歪了歪了，房子歪了，哎嘿，房子歪了。宝宝不要太靠近，你退后。7.2 强震，而高雄市消防局也出动了搜救人员来到现场支援。现在看到的是花莲市的天王星大楼，因为严重倾斜，现在有多位住户受困，因此看到搜救人员是配合了搜救犬进入到天王星里头，在这些倒塌的瓦砾以及家具当中来看看到底有没有受困民众等待救援。而这次花莲市重灾区一早8点的时候，高雄市呢就已经启动了相关的应变机制，目前是会出动3批，总共有64人，其中第一批10人的搜救人员，还有一只搜救犬已经抵达到了花莲的天王星展开救援行动。之后的第二批、第三批呢，也是在动员准备当中。各位观众 ，TVB 采访团队持续在花莲市区的天王星大楼现场为您掌握目前对于这项大楼的救灾情况的最新进展。稍早，内政部长林佑昌呢有证实，确实呢是他们有调阅监视器。那针对于最后一名失联而且疑似受困的女性呢，确定呢她今天早上是有进入到大楼当中的。那目前所有人员也启动了这相关的救灾模式，而且呢，也是疑似找到了他所在的一个位置，但是目前呢，预计可能还是要多花一点力气哦，因为可以看到这个大楼真的是非常的严重的倾斜。来听一下稍早林部长的说法。我们队员的这个生命探测仪有探测到疑似生命的一个迹象。那在几分钟前我们调阅了这个路上的一个监视器，的确发现在今天早上的8点11分。这位小姐她的确有进到这栋大楼里面。那在她进去之后，大概15秒左右的时候，地震就发生了，然后这个大楼就这个倒塌，所以现在应该是可以确认，这名这个小姐的确是在这个大楼里面。那她的一个位置应该是介在1楼跟2楼之间。那由于这个大楼倒塌了，现在我们看到1楼的部分是原本的2楼，所以现在我们的队员准备进去，把这个楼地板把它破除哈，然后这个能够有空间能够出来，那让这个搜救犬可以进去啊，然后希望能够确定它的一个位置，然后后续展开这个救援的一个工作。这个是刚刚最新的一个状况，跟大家做报告。部长，目前这个倾斜的情况是不是也利用消波块要来做一个稳定的动作？是因为我们刚刚在现地都还有这个余震发生哦，所以现场是蛮危险的。所以现在工程单位这个经过这个技师的一个建议，
用这个消波块还有砂石土石哦，把这个基础基脚的部分把它做一个支撑，好，那以避免说万一有余震的时候进一步产生危险，那这个也对后续的一个救援的一个工作是有帮助的。刚刚提到在现场他们已经搬来了消波块以及砂石，主要呢是想要来稳定这个大楼的相关的地基以及基效哦。我可以看到呢，在花莲市区呢，其实从早上一直到现在为止呢，都时不时还会传出余震哦。那其实现场的景象呢也都是严阵以待的。那 TVBS 采访队有任何最新情况会马上的为您来转播。主播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